3, 2, 1。秋月何时了，人生何处无芳草。本人今天来出题，我看今天来的人不少，这个我很欣慰啊，感谢各位的光临。西瓜视频全新推出的全民互动直播问答游戏百万英雄，各位都是来看我的，你们还是来看钱的呢啊。我是本场的出题人郭德纲啊，此处有掌声。哇，西瓜群众不吃瓜，百万英雄赢百万。您现在进入的就是百万英雄300万福利场的撒币现场啊。导演，你们确定这十多分钟能送出300多万就是吧？啊，也没准啊。钱在哪儿？你让我看看吧，踏实踏实啊。啊，钱在手机里啊。那好，那好，我们看看是不是真的在手机里啊？来看一看，对，看见看见了啊，有有啊，货真价实，真真正正的300万。估计很多人心里都嘀咕呢啊，说郭德纲，你说你一说相声的，平时做的节目，卖卖红酒，卖卖面膜，拍拍电影，怎么还出现在百万英雄撒币来了呢？我是一个。你们都知道了哈，这个说有钱又没钱，说没钱又有钱的人啊，怎么回事呢？就是他们都夸我啊，你怎么那么有钱呢？你怎么花呢？我到这儿我才知道啊，有多少钱都不叫钱。现在真正的有钱的人都是搞直播问答的，为全民谋福利，鼓励全民多学知识、多读书、多听相声、多看报。当然了，其中做的最好的就是咱们西瓜视频的百万英雄了。百万英雄好在哪儿啊？这个第一就是奖金也多啊。那个刚才好多人说了，说喜欢我啊，我得谢谢各位啊。因为今天我来的时候我特别开心，他们告诉我给我300万我才来了，我哪知道来了之后跟我说出题你们拿300万啊，他们说咱们这儿是奖金多啊，今天一天据说有950万之多，你拿多少都不算多。第二，咱们这是大牌多，每天来好几波明星出题，这叫出题官呢，给各位出题。你看以前这个沈梦辰来过，什么柳岩来过啊，今天在我来之前是大张伟，在我之后是乔杉啊，当然之后不知道有没有啊，我觉得也得请什么，也别请什么大牌了啊，把请大牌的钱就奖励给这些搭队的网友们是更靠谱啊，你们大伙觉得怎么样？好是吧？好，这些个财迷啊。第三个特点，咱们这个，我谢谢各位啊，就有人捧我呢，说我是男神啊，大点声，大点声啊，对，说得好啊。我们这还有一特点，就是知识多，每场12道题，涵盖了数学、文学、地理、生物化学、音乐、体育、影视常识啊。但你知道的、不知道的，我知道的、不知道的，不管有没有人知道不知道呢，都会问你啊。另外，咱们还有一特点，人数多，每场直播分分钟是突破200来。肉夹馍本人永远不知道自己昨天晚上为什么莫名其妙的做成了表情包，是吧？你们大伙还想听我说吗？不想听我说的话，爱听不听我也得说，是不是？有人问我你最近忙什么呢？列位，其实在这个场合不能说我自己的事，不礼貌。你比如说我最近拍个电影叫《祖宗十九代》哈，大年初一要上，我不能在这个场合说，不合适，是吧？你包括我跟西瓜视频什么没看懂？就是我拍了个电影叫《大年初一上祖宗十九代》啊，记住，我再说一遍啊，《大年初一上祖宗十九代》，我的电影好了，别说不老说不合适啊。我跟西瓜视频呢，我们出了一个脱口秀叫《一锅烩》，哎，一锅烩。啊，好，知道就好啊。去听相声绝对贵，不如来看一锅烩。在里面呢，我每期都会跟几个长得挺好看的姑娘，我们俩就一块儿，我们就聊天，是吧？你看一说的这个姑娘，好多这个观众们不是兴奋，很开心啊。我们在一起，我们聊了野史啊、杂谈呐、历史典故、民间传说、谈鬼说狐，还有于谦老师和他的家人啊、父亲们什么的。反正每周五的晚上8点上线啊，记得上西瓜视频准时收看。这个有人夸我帅，我真懒得说你们，还用你们说？我早知道我很帅啊。聊这么些个，咱们得正式的回答问题了。要在答题之前，我要讲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是这样的，别人在这出题都是先出题，然后告诉答案。我准备把它反过来，先说答案后出题，你们开心不开心啊？哎呀，编导不要死，不要死，进来！哎呀，对不起啊，我们现场编导已经失控电眼了啊。游戏规则是这样，你可以在今日头条及旗下产品西瓜视频、抖音短视频、火山小视频内涵段子总车地官方题库悟空问答搜索并关注百万英雄，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页面。答题前请先登录，游客没有办法答题啊。每场直播一共是12道选择题，全部答对的朋友们瓜分本场所有的奖金。每道题你有10秒的作答时间，你必须在10秒钟的时间内点击屏幕上答题卡这个题卡的这个选项，选择之后你可无法更改啊，就这一次机会，选择就这样了啊。当然你要是说答错了一个也没关系，你想你要你有复活卡，你就可以有第二条生命。那么复活卡怎么来呢？你可以把这个邀请码分享给你的朋友，让他成为我们的搭友，你跟他就同时获得一次复活的机会。游戏过程中一旦搭错，复活机制就会自动启动，从而继续游戏啊。还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你们要听啊，如果在观看直播的过程当中
遇到卡顿或者是画质音质不清楚模糊啊，你赶紧检查是不是把西瓜视频的 APP 更新到了最新的版本。好了，答题马上开始，找个信号好的地方，找个舒服的姿势，一起来长点知识。再次提醒大家，不要在这个评论区答题，要在答题卡中答题啊。那就有些有人说说看得我很激动，你激动我管什么用，你就记得大年初一啊，你上电影院看看祖宗岁代就行了啊。好，我们天儿不早了，干点正事啊。我们现在现场327万多人在线，我的天爷，你这是多少财迷是不是啊？来，百万英雄第一题，开题。一，茅台酒原产于我国哪里？我们一共是三个答案，你们都看到了啊。贵州省、山西省、河南省。啊，这个我觉得你们这头道题，我觉得编导你们是不是冲我来的啊？因为我原来是喝酒，您知道我跟于谦老师在一起之后，我就不喝酒了。于老师喝酒喝得厉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其实也爱喝酒，我曾经有一次一天喝过3斤白酒啊。他们编导这个意思我了解啊，因为他们这个是让我自曝啊。我郭德纲以前喝酒喝多了吐成什么样，我才不会上这种当的啊。我今天我借这个西瓜视频这个平台，我得说我现在已经不喝白酒了啊，我开始喝红酒了。我不光喝红酒，还卖红酒啊。但是我不能告诉你我卖红酒有多好喝，我不能说我这是什么澳大利亚酿造的呀，什么口感香醇啦，什么什么就叫什么德云红酒，我不能说这个，因为在人家这个平台说自己这个实在是不合适，所以请原谅我啊，请原谅我啊。这个因为我是一个说相声，跟酒没有太大的关系，不像于谦老师的啊。给了你们点时间，我估计你们也选的差不了太多了啊。嗯。好家伙，我们的标准答案是，正确答案是贵州省。哎呀，这不用说啊，贵州茅台吧，跟英国苏格兰威士忌还有法国的那个科尼克白兰地并称世界三大名酒啊。我还有选山西的朋友啊，太好了，山西的饭局一般都是干醋，知道吗？酒水不常见，哎，见面来来来，啊，来杯醋吧，我们喝个醋吧啊！不光喝醋，还泼醋，因为我祖籍山西，我们家明朝时候打山西出来，山西人每年都有那泼醋节，知道吗？所以到山西谁泼你一脸的时候，你赶紧跟客气客气，你肯定是得罪人家了啊！行了，这个我们也别跟这儿给大伙儿搭错的各位火辣辣的内心添油加醋了啊！还有说问我河南产什么，你是真不是河南产岳云鹏跟烩面的，是不是啊？我们看一下现在啊，哎呦嚯，搭错的也不少啊。哦，答贵州对的是235万人答对啊，答山西的是3万多人，答河南的是1万多人啊，挺好，不错啊，恭喜你们。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二道题，我们第二道题，请听题。我们常说人心齐，泰山什么来着？啊，什么仪？好，人心齐，什么什么仪啊？我们有三个选择：黄山、泰山、华山。这个我觉得这题太简单，因为人人都知道啊，人心齐，想怎么仪就怎么仪嘛，是吧？这是一句中国的俗语，老一辈留下来的俗语很多，有很多现在看来反正值得商榷，是不是？老话说挨着勤的没有懒的，老话说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是吧？老话说得好，不看电影你白过大年初一，是不是？但是这个我觉得这题都是简直就是西瓜视频送你们大伙的，真的啊！哎呦，这个题还真是有答不对的，这可不容易了。嗯，好，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是泰山。这我真的我列位，这要答不对的话就说不过去了。人心齐，泰山移，这是一句中国的通俗语句，出自哪儿呢？我得告诉你，古今贤文合作篇，意思就是咱们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哎，就能发挥出把这泰山都搬走的力量，克服任何的困难。为什么？说为什么是泰山，不是华山跟这黄山呢？泰山宽大，具有安稳感，形体庞大，厚重感啊，再有这个震坤为而不摇之威仪，所谓稳如泰山，重如泰山啊。从古至今，人们就把泰山做一个高大美好的一个形象。好，好，谢谢啊！现在有朋友夸我啊，就说老说的真好，我也是这么觉得啊。不光说的好，我觉得我今天状态还特别的好，心情愉快，很美丽啊。来，我们看看啊，现在答对泰山的人也不少。哎呦，我的天！哦，200多万人答对了啊，还有2万人答错了。哦，嗯，2万人答错的这个自动下线吧，就别玩这个，别闹心脏了。嗯，好。第三题，哎呀，第三题太棒了！第三，请听题。我觉得我有传销的这个潜质啊！我和西瓜视频独家出品的脱口秀节目名称是，三个选择：李国慧、李国慧、郭德秀。啊，没错啊，这是一道植入题，赤裸裸的植入题啊！我们已经为了植入这件事情做的已经丧心病狂了啊！那么在这儿，正如其事打一个广告，由西瓜视频独家出品、今日头条联合发行的郭德纲首档脱口秀网络综艺节目已经于2017年12月29号正式上线，每周晚八点会在西瓜视频与今日头条平台上独家播放，每期时长15分钟，大家赚完今天的奖金就可以去看一看啊！我们聊聊闲天，谈谈热点，说说心里话，这是一个很轻松很好玩的一个节目啊！当然你说不爱看这，那么去看看我的电影，我都快说腻了。好，我们来看一看标准答案啊，标准答案就是李国慧，是三点水的那个慧啊。
挺好挺好，这个节目我还挺喜欢的，因为在录制的过程当中呢，制作单位说您一个人坐那说啊，干燥吧，是难受吧，啊，给您找几个大姑娘小媳妇陪您一块儿。当时我就正色的告诉他们，小媳妇啊，会影响收视率，于是他们都安排的是大姑娘。那至于其他的这个录制过程，因为确实也说不出口来哈，但是节目剪完之后，我觉得还挺好啊。前几期录的过程当中，我乐坏了，我以为来的几姑娘都上学的，后来我哪知道啊，幼儿园就劝退了啊，但挺好，大伙儿都关注。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的第四题了啊，刚才那个我们也得鼓励一下各位啊，据说有900,000人答过了，你们是有多不关注啊？好吧，接下来请听我们的第四题，《哈利波特》的作者杰克·罗琳是哪里人？三个答案：英国、美国、澳大利亚。这个题其实就简单一些。哈利波特啊，出了好多书，出了一大摞，我7本8本10几本我忘了啊。啊，我买的是这个便宜的，可能给不了那些个。还拍过电影啊，拍过电影。那回他们说了，说买7本《哈利波特》，简称就是哈哈哈哈哈哈啊，比较简单。这个我估计好多小朋友喜欢这个哈，《哈利波特》戴个眼镜，骑个笤帚，不骑笤帚好像后来是吧？反正是就是神魔斗志吧啊。你要说《哈利波特》，我不了解，我对《济公传》还是比较熟悉的，也神仙斗志啊。好多人还问我《济公传》什么时候填坑，别着急啊，大年初一我电影卖好了，我今天就准备填坑，白送你们，不要钱，随便听随便看啊。好，下不倒了。刚才说《哈利波特》这位作者，这位大姐姐啊，是大姐姐啊。她的正确答案，她是英国人。噔噔噔噔，这作者啊，罗琳啊，罗姐哈、啊，那个小的时候她是一个戴眼镜的、特别相貌平平的女孩啊，热爱学习，有点害羞，从小喜欢写作呀、讲故事什么的。那后来呢，她跟丈夫那个离婚之后，过上了反正很一般吧，单身妈妈生活，有点艰辛。他的第一本书啊，《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前后写了5年，遭遇了反复退稿之后，哎，终于抓住了机会，以天才的梦想，那、啊、他就孕育了一个全球风靡全球的小魔法师，叫哈利波特。他也从一个贫困潦倒、默默无闻啊、都没饭辙的灰姑娘，一跃就成为了尽享尊荣、财产超过英国女王的作家首富啊。所以说，各位打算写东西发财的，一定要按照人类道走，先离婚去啊。然后刚才我们54万多人答对了啊，11万多复活啊，恭喜各位。那么《哈利波特》这个系列小说一共发行了7部系列图书和7部系列电影啊，它这个票房高达78亿。但是它再怎么厉害，今年大年初一没有《哈利波特》，今年大年初一请看《祖宗十九代》啊。啊，好开心啊！我们节目已经这个题都出了快过半了啊，你们要努力啊，这钱就在这儿码着啊。那么接下来请听第五题，歌曲《十年》的原唱是哪位歌手？啊，一共是3个答案：林俊杰、周杰伦、陈奕迅。啊，这个《十年》，哎，我不知道你们了解不了解。我曾经有一段相声叫《十年》，这个就是德云社10周年大庆的时候，我特意写了一段相声《十年》，介绍的我跟于谦老师这10年来的合作啊。那个当时我还挺喜欢那段相声，挺好。但是由于它有特定的时效性，所以在那之后其实没演过啊。也在你们可以上网搜一搜，我觉得我那个还挺好啊，写的好的都，要不咱们就切相声吧，咱别出题了。我不要管这些财迷如何如何，与我何干，是不是？好吧，好吧，好吧，好吧。时间到了，我们来看看答案啊，来看看答案。我们的正确答案是陈奕迅，怎么样？答对了没有啊？啊，我们看看有多少人答对，多少人答错啊？我的天爷呀！啊，157万多人啊，答对了。2万多人复活，哎呦，很厉害啊！恭喜你们，恭喜你们！答题已经过了。我们现在有刚进来的网友，因为有的人是刚下班啊，有的刚吃完饭。我把这个游戏规则再重新说一下啊。你可以在今日头条及旗下产品西瓜视频、抖音短视频、火山小视频、内涵段子、懂车帝官方题库、悟空问答搜索并关注百万英雄，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页面。每场12道题，每道题有10秒钟的作答时间，答对的朋友瓜分本场的300万奖金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现在来第六题了，快点。第六题，请听题：下列哪一部是鲁迅创作的文学作品？祝福、我的大学、家。啊，咱还有一个郭德纲相声选，你们看可以愿意选就选这个啊。这个祝福，这个我挺熟悉，后来被歌神张学友还唱了一个歌啊。朋友，我永远祝福不是你。啊，好了、这个祝福啊，这一刻呢，这个我想那歌想的，我想不起来怎么唱来，我还真听他唱过。啊，我儿子郭麒麟在家还唱过这首歌，后来被我制止了。嗯。来看看答案，好，我们看看答案。我们的正确答案就是祝福啊，祝福是民国那会儿我们大文学家鲁迅先生小说代表作之一，是鲁迅的第二部小说集《彷徨》中的第一篇。这个小说的名字大伙可能不是都听过，但是这里边主人公你们就知道，祥林嫂。你要说祝福里边，说祥林嫂你肯定听过啊。那个家呢，是我们的大作家巴金先生的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里边的第一部，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的第8位，其他2部是春秋啊。家是认为巴金先生的代表作之一。这个我的大学呢，是前苏联作家高尔基创作的自传体小说《人生三部曲》里边最后一部，其他2部是《童年》啊，《在人间》。
作者写他就青年时代的生活经历，从这个呢，反正就真实描述下来，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出来青少年时期的高尔基对小市民习气的深恶痛绝，对自由的热烈追求，对这个美好生活强烈向往，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啊。挺好，我也想写一个我的大学，但是我也没上过大学，所以我就先不写了啊，先不写了。嗯，我们来看看这题回答的，这是答对的有101万多啊，复活的有19万多啊，很厉害。那么接下来这道题我发自肺腑的开心啊，接下来这个题应该就是送给你们的了啊，白给的，你看希望你们这个大家都能拿到。第7题 2x-1=0， 这是什么方程？三个答案啊，2元1次方程、1元2次方程、1元1次方程。我很纳闷，我觉得这个答案其实是不是跟那个套圈游戏有关系，1块钱1次啊，1块钱2次，1元1次、1元2次啊，方程啊，方程是不是那小赛车啊，就玩那小赛车，1块钱1次、1块钱2次啊，1元2次方程啊，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嗯，但你们谁要是知道这个答案的就自动下线吧啊，咱们玩不到一块去。嗯，哎，我们看看正确答案啊，情况数据。哎呦，100万数学家答对了啊，还有复活的5万多人啊，当然剩下没答对的人没有过。好，正确答案1元1次方程，也就是说开方程车1块钱就能跑一圈啊。这个1元1次方程它指的是还有一个未知数啊，未知数的最高次数为1，且两边都是等式的等式啊，一可以解决绝大多数的工程问题、行程问题、分配问题、盈亏问题、积分表问题、电话计费问题、数字问题啊，就是解决不了大年初一票房如何的问题啊。好吧，你看好多人网友夸我说今天答题还挺像的，待会儿你们把这票钱转给我啊，有一种伤害叫转账，请伤害我啊。接下来我们要看看我们今天的第8题。现在就是以下哪一个艺术作品没有馆藏于巴黎卢浮宫啊？蒙娜丽莎、断臂的维纳斯、最后的晚餐。卢浮宫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大、最著名的博物馆之一，它就在这个法国巴黎市中心塞纳河畔。始建于1204年，卢浮宫有3件价值连城的传世之宝啊，就是这个爱神维纳斯的雕像、断臂维纳斯啊、胜利女神像，还有这达芬奇那个蒙娜丽莎画啊，这3件宝贝被称为卢浮宫三宝啊。这个我们来看看，有人猜对了没有啊？这个不容易，这个啊，来我们看看正确答案应该是最后的晚餐啊。答对的还真是不多啊，54万多，复活的有16万多。啊，这个最后的晚餐是意大利艺术家啊，雷奥纳多达多芬奇啊，我也闹不清人名字，就是达芬奇先生写的吧啊，画的吧啊，反正他这个题材创作的作品里边，他应该是最著名的一幅，收藏在意大利米兰啊，有一个这个大教堂啊，圣玛利亚感恩教堂。那个断臂维纳斯呢，是这个希腊神话里面代表爱跟美的那个女神维纳斯大理石雕像啊。目前这个是收藏于法国卢浮宫啊啊，有43万人选的是这个维纳斯啊，你们挺厉害，挺好，开心就好。蒙娜丽莎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啊，这个达芬奇先生啊，达大爷收藏于法国卢浮宫博物馆啊。哎呀，这答对就好啊，祝你们发财。接下来看我们的第9题，等等等等，第9题啊，有一句名言，生命在于运动，是谁说的？三个人，伏尔泰、伏尔泰啊，笛卡尔啊，这个我听过好多说法，生命在于运动啊，生命在于静止啊，还是生命在于歇会儿再起来闹啊，是吧？反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个事情有很大的争议。有人就主张多运动、多活动，有人主张不运动啊，像乌龟一样去静养。还有的说，哎呀，这生命就是一边抽着烟、喝着酒、烫着头。反正这于老说的是啊，什么事也不能这么绝对，是不是啊？怎么样，答的差不多，这个简单啊，这个简单。来，正确答案就是伏尔泰。这法国的思想家啊，伏尔泰，他提出了生命在于运动的格言。他喜欢散步、跑步、击剑、骑马、游泳、爬山、日光浴、听相声、大年初一看相声、看电影啊。他82岁了，还跟朋友一块登山看日出，很厉害啊。笛卡尔是法国著名哲学家、物理学家啊，他也有名言说：“我思故我在”，就是他说的，是吧？这个黑格尔称他是近代哲学之父，很厉害啊。顾拜旦先生呢，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发起人，曾经担任国际奥林匹克委的委员会主席，设计了奥运会的这个会徽、奥运会的会旗啊，被国际上誉为奥林匹克之父啊，不错啊。这个到现在我看看，我们现在答对的是29万多人啊，复活的是13万多人，很厉害。马上进入第10题了啊，第10道题，请大伙注意啊，因为钱马上就到手了，替你们开心的啊，请听题。哎呀，这道题对我来说简直太简单了，我如果答6题一定会没问题啊。第10题，标准大气压下，下列哪种金属的熔点最高？锡、铁、金。这个题对我来说白给一样，因为我肯定是不会啊。但是那个这化学题我想起来，就说那个金啊，我想一故事，老太太，一老太太镶一金牙，打着起天天的头晕，一检查呢就发现这个他还有一坑啊，拿铝啊补的这个蛀牙，俩金属放一块儿了，成一电池了，成天这嘴里啪啪。你瞎说，你都发觉得去。来，我们看看，哦，这个题答对的可不多呀、哎。这个题现在是8万多人啊，复活了9万多人啊。正确答案是铁，
这个锡啊，这个锡这个东西，它是有这个、就银白色都见过吧？啊，它是非熔点的金属元素。锡大名鼎鼎，五金嘛，五金之一啊。金银铜铁锡，锡的熔点是231.89摄氏度啊。过去喝酒那小锡壶什么，竟是拿这个做的，很好。真金不怕火炼，不是说火烧不化金子，是因为金子的熔点不高啊，所以它是这么一个老话。铁的熔点呢，1538度啊，摄氏度啊，在三者之中这是最高的。不知您各位哪位答对了啊？答题马上进入尾声了，所以我要重申一下我们奖金提现的机制。那分得奖金的朋友们，请在活动页面点击右上角的头像，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奖金余额，并且随时可以提现到银行卡，两个工作日之内奖金就会到账。有什么提现的问题，随时反映给我们，联系我们可以关注百万英雄的官方微头条啊。好，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第11题，现在是17万人陆续进入实习，我的天哪，可了不得啊！来开始吧，我们的第11道题。我国在哪一年成功研制出第一颗原子弹？1964年、1968年、1970年。两弹一星最初指的是原子弹啊，氢弹、人造卫星。这个两弹中的原子弹，当然这太专业了，这个我怕我跟你说的太明白了，你们就糊涂了啊。反正这两弹，我一说你们这一听就可以了啊。我的目的是给你们耽误会儿功夫啊，让那个真正明白的跟着这里边明白啊，糊涂的呢咱们聊点别的吧，是吧？挺好啊，研究研究，快点啊，看看，哎呀，厉害了，这个高科技的地方啊。哎，怎么样？正知道这个的，不会是普通网友，他一定会了解啊，或者说啊、哦，有知道。好，我们的正确答案是1964年。1964年10月16号啊，15点，我国西部地区新疆罗布泊的上空，中国第一次将原子核裂变的巨大火球跟这个蘑菇云就升上了戈壁沙漠，第一颗原子弹爆破成功，中国人迈进了原子核时代。好，我们进入终极疑问。终极疑问，脱离贫困啊！看我们的最后一题啊，给我个手卡呀，快拿手卡来呀！这个题是没有的，他是现场会给我，这个好厉害啊！哎呀，哦，好厉害啊！你们也别太紧张啊！哎呀，我都撕不开，你们散了吧，打不开了。你们也是冲着好几百万来的啊！那么这道题，我觉得这个要是知道这个题的人，这个送他也是应该的。海沟你们熟悉吧？就是在海边啊，有一钩子填海里的海带啊，这是渔民用的东西，它这有深有浅啊。有人知道吗？再重复一遍啊，马里亚纳海沟、波多黎各海沟、菲律宾海沟啊，海边用的大铁钩子海沟。哎呦我的天，真有人回答。好，3、2、1，我们看结果，标准答案是马里亚纳海沟，没错。哎呀，真有答对的啊，没错。我看看，哟。17万人答对了，恭喜！哎呀，好厉害，还好多复活的啊！恭喜啊，恭喜答对这道题的人，也恭喜各位，你们成为了本场的百万英雄，将平分本场的300万人民币的奖金。哎呀，有人说我这个对这个钱不感兴趣啊，我会把我的卡号告诉你，转过来，我们以后就是生死弟兄了、啊。我们来看一看今晚最后一场直播的获奖名单都有谁啊？网友啊，说让我唱个娘娘是吧？啊，你怎么知道我会唱娘娘？我可不会，我唱太上皇啊，娘娘我来不了啊。好了，我们来看看获奖，大家可以从右向左滑动屏幕，找到自己的 ID 啊。我们再重申一下奖金提现的规则，分得奖金的朋友们，请在活动页面点击右上角的头像，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奖金余额，并且随时可以提现到银行卡，两个工作日之内奖金就会到账。有任何提现的问题，随时反馈给我啊。你可以在金手脚及旗下产品西瓜视频、抖音短视频、火山小视频、内涵段子、懂车帝官方提货、悟空问答搜索并关注百万英雄啊，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页面了啊。这个我们今天这场300万的直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可是我有点累啊，说了一大堆，也没人给我这么聊天，现场就我一个人，这玩意儿比相声难啊。你们今儿好像现场每人瓜分了70块钱啊。哦，每人瓜分20块钱。哎呀，你们有这个功夫，你们就不如摆点摊卖点什么的，真的。当然了，知识有价，钱无价啊。虽然说挣20块钱，你们还知道很多不知道知识。比如说这海沟，你们以后就可以跟别人去讲什么叫海沟，就是海边拿铁钩子捞死菜用的啊。好吧，那个大伙赶紧把自己的邀请码啊分给自己的朋友们，让大家一起参与答题。你跟他将会获得一次复活的机会啊。都这么些人还都要结束了，还是等着我哈、啊。就是、哦，有网友强烈建议让加一场是吧？其实我是这么说的，300万你们没分我，我干嘛非等你们？行，那你先歇会儿吧，我要喘口气去啊。一个小时之后你们再来，领了钱的赶紧提现啊，没领钱的就别跟着看着了啊，赶紧面壁反省。一会儿那10点我喘口气，我换我衣服啊，我换件漂亮点的衣服，我跟你们还聊天。大伙儿咱们休息一下，定好闹钟，一会儿见。
买二手机伤找靓机。嗨，大家好，小米在雷军的带领下，最近几年浪到起飞，不仅是手机，各种生活产品，小到插排，大到电视，都可以看见小米的身影。不过别忘了，小米的本家还是手机，而且在不知不觉中，小米手机已经在各方面做到相当不错。今天就和大家说到这一款突破1999元大关的小米手机小米六。小米六是小米公司2017年4月发布的一款旗舰机型，搭载5.15英寸屏幕，采用4曲面玻璃，视觉上机身更加纤薄精巧，同时握感也进一步增强，没有太多的配色，一共4种，中规中矩。不过玻璃的材质本身就已经很好看了。另外，在配置上，小米六远远将 OPPO 和 VIVO 甩在身后，是国内首款采用高通骁龙835处理器的手机。这款处理器是高通加顶级的芯片，小米六能够搭载上高通骁龙835芯片，可见其野心。摄像头设置方面，小米六和 iPhone 7P 一样采用双1200万后置摄像头设置。不同的是，小米六的摄像头并没有凸起，而且是平整的。小米六还有一个亮点在于正面采用了5孔式指纹识别，指纹识别模组能够直接贴合在触控屏玻璃面板下方，无需在手机正面或背面挖通孔。也就是说，小米六整个屏幕都是平整的，指纹识别在屏幕下方没有凹痕。小米六的售价突破了1999元魔咒，冲上了2499元，就冲它的处理器这个价格不亏。其他平台二手商城找靓机 APP 几乎全新的小米六售价要比官网便宜一些，只要2299元。今天的问题是，对于小米的花式产品，你有什么想法呢？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小爱同学，哎，现在音量是多少？当前音量是30。小爱同学，我在。声音调到50。小爱同学，我在。打开最强大脑。欢迎来到最强大脑，请认真听完问题后回答，正确或错误。不想玩可以说退出，保持安静开始挑战吧。人拍手一个小时消耗的卡路里，比跑步少得多。错误。答对了，请认真听下一题。三国演义中，背后人作为中国武圣的英雄是关羽。正确。答对了，请认真听下一题。苹果最甜的地方是顶部。正确。你真聪明。答对了，请认真听下一题。世界上演员最多的综艺晚会是中国的春晚。正确。答对了，请认真听下一题。清皇帝退位诏书的起草人是皇帝溥仪。错误。你真聪明。答对了，请认真听下一题。 CBA 中上海队的队徽上有东方之珠。错误。你真聪明。答对了，请认真听下一题。居室中洗手间污染最严重。错误。回答正确。发现你更擅长生活领域，送你生活小百科称号，继续挑战吧。请听题，如果你在家发现了一只蟑螂，那你家一定有大大小小20000只蟑螂。正确。答对了，请认真听下一题。姚明是野生动物保护行动的亲善大使。正确。答对了，请认真听下一题。恐龙时代就有蟑螂了。正确。答对了，请认真听下一题。在中国境内市场销售的进口食品必须使用中文标识。正确。答对了，请认真听下一题。唐三彩中的三彩主要是指黄绿蓝。错误。好的，你跳过，是黄绿褐。我说错误好不好？谁让你跳过了？听下一题。二战中有沙漠之虎之称的军人叫隆美尔。正确。答对了，太棒了，请认真听下一题。古代时元旦是指农历正月初一。正确。答对了，太棒了，请认真听下一题。鸡尾酒血腥玛丽是以动画人物超级玛丽命名。错误。回答正确，
请认真听下一题。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是李宇春演唱的歌曲。错误。你真聪明，答对了。请认真听下一题。中国女排取得了世界女排史上首个五连冠。正确。答对了，太棒了。请认真听下一题。姚明和刘翔都是上海人。正确。你真聪明，答对了。请认真听下一题。男女表演者随着音乐节奏东张西望的舞蹈是探戈。正确。回答正确。请认真听下一题。1915年帮助蔡锷逃离北京的女人是小凤仙。正确。回答正确。请认真听下一题。海水是蓝色的。错误。你真聪明，答对了。请认真听下一题。人类的鼻子和耳朵是一生都会持续长大的。正确。回答正确。请认真听下一题。哪吒还有两个兄弟叫金吒和木吒。正确。回答正确。请认真听下一题。世界上第一辆自行车的前轮比后轮大。错误。回答正确。请认真听下一题。吃鼻屎有益健康。错误。回答正确。请认真听下一题。被誉为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是林则徐。正确。答对了。请认真听下一题。水仙花是中国十大名花之一。正确。你真聪明，答对了。请认真听下一题。伊拉克首都是巴格达。正确。你真聪明，答对了。请认真听下一题。梅艳芳凭借电影《阮玲玉》一举夺得柏林国际电影节影后。错误。回答正确。请认真听下一题。新中国的第一部法律是婚姻法。正确。答对了，太棒了。请认真听下一题。中国古代最早提到小孔成像原理的著作是《天工刊物》。错误。回答正确。发现你更擅长文学领域，送你文艺小清新称号，继续挑战吧。请听题。小说《天龙八部》中阿紫的眼睛是被倪匡写瞎的，金庸很心痛。正确。你真聪明，答对了。请认真听下一题。小沈阳原名沈鹤。正确。你真聪明，答对了。请认真听下一题。中国第一家星巴克北京国贸店因付不起租金于2013年停业。正确。你真聪明，答对了。请认真听下一题。小说《挪威的森林》的作者是伍伯。错误。你真聪明，答对了。请认真听下一题。冻疮是由于皮肤毛细血管受损而引起的。正确。回答正确。请认真听下一题。学爱同学。哎。退出。本轮游戏一共答对了35题，打败了全国100%的用户，获得最强大脑称号，期待你的再次挑战。人皮不和王八蛋，穿成了王八蛋，为救朋友半道两肋插刀，不到五有心不死，再趁火和喝酱，三个臭皮匠人顶住哥哥俩。有夜不是金山雨，不是吉祥的雨，子曰如此难养，女子当家。冷知识它最无敌，冷知识最便利，是难不能知识，风险